大家好，我是诺诺，欢迎收看我的单人生存第七集。经过两天的努力，我冲了七组，再加上49个种子，一共是4728三八妇女节、五一劳动节。哎呀，总之就是很多很多了。超级麦田正式动工，就从这里开始吧，每一层留个七格。咱们暂时做个3-4层吧，再用土块把这些不平的地方填补一下，让它变得平平坦坦的。咱们得填宽一点才行，这么多的种子全部都得种下去。全部填好之后就开始放水，每8格放一桶水，要保证每格的土地都能得到水的滋润。咱们呢，一边放水一边锄地一边哼着小调，这样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哟。天黑了，先睡一觉吧，明天咱接着干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决定把床随身携带，活干到哪儿，咱们就睡在哪儿了。倒水、锄地、播种，咱们一步到位，做完一层再做另一层，这样更节省时间，没准儿最后一层种完，第一层种的就成熟了呢。嘿嘿，有没有觉得诺诺还是有点小聪明的？话说干农活可真累呀，我这小胳膊小腿的都快累折了，感觉就像被50个小怪群殴了一顿。我这工具也是坏了一件又一件。不过呢，想想那种大丰收的景象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加油加油，继续加油。小伙伴们，有没有觉得当你专心致志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时间会过得特别的快？这不才种好了2层，天又黑了，那只能明天再接着干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我的朋友加个关注吧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